要我说，这个版本最容易上分的英雄，那一定是程咬金，因为他操作难度不高，容易上手，并且啊，强度还不错，可以打爆一切边路，比如吕布。很多人觉得吕布克制一些坦克就会掏出来吕布来打程咬金，其实啊，并不好打，而程咬金一般是可以吊打一切吕布的。吕布前期很弱，完全限制不了程咬金，可以说是想干嘛就干嘛，随意进野区。控制技能又不多，想留却又留不住，打又打不过，我烦爷你又留不住，边路完全可以说压制，只要敢出来直接跟他打就行了，他原地跳大我也原地跳大，哎，直接拿下。吕布打不过我就换线换马可来了，先抢掉他的红，回头观察一下云中军刷新了，那么继续把这个云中军也给他抢掉。对付这些真伤英雄，我们出的是攻击装，完全不用怕这个马可，只要他敢过来直接打就行了，他看不懂我的伤害。清完线以后开始蹲人，这里被发现了没关系，两刀直接秒了马可。对面掉人了，我们直接推高地，来人了先不要打，把高地打推了再打人，一个也跑不了，我说的，因为我可是攻击装程咬金。现在有兴趣跟我学习程咬金了吗？